欢迎下一组。哦，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分子生物暨人类遗传学系三年级，名字叫明阳，然后大三，22岁。然后分子生物暨人类遗传学系这个系非常酷，然后实质上他做的事情也非常的酷，然后全台湾只有慈济大学有这间系，我很怕他会被卡掉，所以我讲快一点。然后他主要是以分子生物这个技术去探讨一些遗传疾病的这些东西，所以我的梦想当然是成为一个还不错的科学家，然后解决一个疾病问题这样。但是我个人又很喜欢唱歌，所以呢，我想说当个科学家之余 ，maybe 也可以去唱个歌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来参加这个比赛这样。哦，我同时也是慈济大学黑潮之声合唱团的团员，所以有兴趣唱歌的同学，就是可以加入黑潮之声合唱团，就可以开心的唱歌这样。谢谢。谢谢。好，那你要唱什么歌？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加油，请开始。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太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时间，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要和你在一起。欸，不错，你是不是有去弄过自己的什么部位这样？还是声带？因为你刚唱的是女 key， 你知道吗？哦，我知道。对，然后而且你唱歌跟你讲话完全是不一样，你讲话就是男生。哦，因为我就训练我自己讲话像男生，要不然接电话人家以为是女生。哦，okay， 就是说爸妈原本是生给你是男生的身份，你还要再训练自己讲电话更像男生。讲话方面，okay。 但是唱歌可以回复到比较高的地方。OK， 所以你以前讲话是比较偏向女生吗？对。是怎样的？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模仿了。哦，回不去了是不是？对。哦，好啦，那还是恭喜你回不去。谢谢。这样，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刚唱这首歌的气氛是我这辈子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哦，谢谢。所以，而且又是一个男生唱范晓萱的 key， 然后还唱了这么的，就是教哥常讲的不疾不徐这样，然后就是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感觉，可是那感觉非常棒。哦，谢谢。我觉得你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集里面唱的最好的。哦，对，谢谢。而且我觉得你的人超有魅力的，真的，在你还没有唱歌之前，对，谢谢你讲话，你的态度，甚至我觉得你的脸部表情超有喜感。哦，真的超有喜感。我看到你，我就觉得很像那个豆豆先生。对，他已经退休了，我觉得你可以取代他。恭喜过关。谢谢。